写一段相遇相知，一个情字，拨乱心弦从未休止，一次又一次，心翻涌如潮汐，溢满相思，不顾一切的坚持。我清楚你近在咫尺，是梦变真实，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，你牵绊着我的心事，一生一世，在漫天繁星落下。我清楚你近在咫尺，是梦变真实，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，你牵绊着我的心事，一生一世，在漫天繁星落下。我只是很难过，我很难过，我的妯娌丢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玉王，我想要自己待一会儿，请你自便吧。你是觉得我堂堂皇族亲王在你眼中尚且不如一介侍卫？是。我平时就不该管你，对，你就不该管我，更不该认识我。什么院前侍卫，什么花前月下，竟然都是骗人的，为什么还要编造这梦一场，徒增笑话？玉王未来这一遭，可是调动了半数羽林军拦下江德仲。若是羽林军统领当逆了，本王可以让你来当府廷尉的内侍。玉王还是第一次这么忤逆本妃，这个奴婢到底什么来历？上回司院局一事也是因此女而起，当时玉王与景王同时求情，娘娘您便宽恕了她。尽快处理此事，万不要再让消息传到景王那儿，弄得难以收场。是，只是有玉王作保，您这样为难他，怕是不太好吧？这人呐，一旦有了软肋，就很难放下。他是誉王，本来应该刀枪不入才是。估摸着一个江德忠，也难以审出什么。那女子原是王妃娘娘的家生侍女，入府后被您贬黜至司院局。我真是老了，很多事情就是记不清了。原来还有这么一出。通知程瑞阁，灵犀毒酒一案，交由王妃全权调查。这个锦言到底存了什么心，害娘娘您遭这么大罪？娘娘，永宁阁送来令牌，说是让您彻查毒酒一案。让我查案？娘娘，这案子如今是烫手山芋，誉王和太妃都瞧着，却心思不一，您夹在中间，如何判处都是罪过。你说的这些，本妃又何尝不知？
只是你觉得本妃有的选吗？靖王，太妃娘娘传来指令，明日起您不必再来清心堂思过了。誉王同意了。是，可就这样轻易接过，属下觉得其中必有隐情，不如派人去查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前我又验过一回，这怎么会有毒呢？都退下吧。原来在家时，你不是这样的。你一直为我遮风挡雨，躲祸避难。你说过的，你最喜欢我这个妹妹的。喜欢你，是啊，喜欢你生来就拥有一切，喜欢你能安稳的善良天真，喜欢你能张扬的肆意妄为，喜欢你闯皇后，每每都要我来替你收拾残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又有何用？你明明已经放弃了王妃之位，却还要进府来百般阻拦。奶奶老世子的命聘害得我差点丢了性命，到现在你仍不甘心，还要处处与我彰显你的不同。你勾引誉王，勾引锦王，锦言。文素锦，你为何要如此的阴魂不散？我入府是为了救你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与你争，可你又曾想过，我要是害你的话，你还能站在此处吗？要不是昨日我拼死阻止你喝下那杯酒，现在是十里白素哀丧大起了。我不会听你这些诡辩。酒是你酿的，宴是你备的，一切都是你，对，都是你。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想我的，我入府是为了救你，受尽了委屈，多次陷入陷阱，但我没想到在你眼里，原来我是这么的狠毒刁钻，十恶不赦，难道不是吗？我想要天下至尊的荣宠，你却偏偏害我失宠。我想要锦王如珠似宝的真爱，可你又牢牢地占着锦王的心，千万般的罪我都受了，可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所有人眼中却还是只能看到你。我真的没有想到
你是这样想我的，那你现在知道了。我如今在王府已是举步维艰，太妃娘娘更是发难，让我来彻查此案。你若真心想要成全我，那就坦白认罪吧。誉王，臣妾从未见过您如此坐立不安。您是不是觉得景琰这丫头格外合眼些？誉王，在承瑞阁中发现了可疑侍女，可是还未来得及审问，那人便畏罪自杀了。也就是说，什么都没查出来。是，太妃娘娘已让王妃娘娘亲自去府廷狱审问景琰了。誉王，是否有什么吩咐？没有。王妃娘娘从未经手查案，万一冤枉了景琰怎么办？府中最怕查泥不端，你且一同去审理吧。誉王是怕查泥不端，还是怕景琰被构陷？臣妾这就去查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本妃也是奉命行事。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会害你？景琰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家都看见了，你认罪吧。本妃也会在太妃娘娘面前为你求情的。我没罪。太妃下令严查，你早些说，便能少吃些苦。我没做的事，即便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认。你还不认？王妃娘娘。您就是这样审讯查案的？本妃奉太妃之命彻查毒酒案。哼，景琰既是我惊鸿阁的人，就轮不到旁人来欺辱，哪怕是王妃娘娘也不行。王妃娘娘，王妃奉命查案，你怎敢知会？哼，谁让誉王宠爱本妃呢？本宫素来与人为善，但温妃也莫要欺人太甚。就欺你了又如何？王妃娘娘还想打我不成？温妃，这罪奴可是你的人，如今你又如此偏袒，难不成是你指使他来谋害本妃？王妃娘娘可真会讲故事，不去写戏本子真是可惜了。先听我说明来意，堂堂将军嫡女怎么莽撞得像个粗使丫鬟？你究竟所为何事？我自是来替娘娘分忧，为娘娘送证据的。酒坛封存，开宴之后才由侍女斟酒入杯，是以头筹酒，是在最后才斟敬太妃娘娘。
届时谨言侍奉在宴中，没有事即作案。可众所周知，他在宴中曾入膳房接触了酒。那膳房中摆放的是诸位娘娘的席面酒，毒酒不在其中。哦，奴已将涉案可以经手的19名侍女一一审讯，其中夏儿招供曾将毒蜜涂于指尖，趁机混入酒壶。那夏儿可是王妃娘娘的二等侍女。夏儿素来乖巧，与娘娘很是投缘。本妃与王妃娘娘说话，何时轮得到你来插嘴？红菱，温妃娘娘，红菱可是本妃的人，你这是要与本妃为难。谨言也是我惊鸿阁的人。娘娘，您怕是要遭殃了。区区涉案，既已彻查清楚，怎么还未结案？回惊鸿阁。誉王，您这样，臣妾该如何与太妃交代？那王妃娘娘便一并想想，如何与本王交代。看什么看？快治啊！啊，是。哎，你来。莫太医，你还是先开方子，回去熬药吧。是。誉王，娘娘，请放心，姑娘伤的并不重。嗯。快给他上药。是。别动！
我实在是不懂，你在恼些什么？若是换成寻常女子，知我的身份，那不知欢喜成什么样子。欢喜？是欢喜被你欺骗，还是欢喜你忽然多出来一众嫔妃？一个钟里，我尚需要仰望攀附，如今换成万人之上的亲王，你叫我该如何？我又何尝不想一直做钟离呢？玉王，今夜只是个小侍女，人微言轻，原不知玉王的身份，唐突冒犯，玉王没有怪罪谨言，是谨言的福分。你，谨言自是不敢要求更多。你一定要这样同我说话吗？罢了，你好好养伤。多久一事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这公道我定会被你讨回来。王妃娘娘昨日险些被谋害，您却严惩王妃，这实在是于理不合。毒酒一事，绝非几个侍女那么简单。那谨言与谨王近日联系频繁，够了！玉王，您有失公允。本王也是人，也会有喜怒哀乐。亲王府的家事，你也要干预不成？时辰渐远了，此次王妃险些遇难，关乎皇家，且宜交三司处理吧。一定将幕后之人揪出来。是。王妃娘娘擅自用刑，固然有罪，誉王已经处罚过了。那谨言在宴会之上冲撞王妃，是不是也该了以惩戒？让他回去吧。至于谨言，罚回司院局清苦几日，长长记性。怎么，还有事啊？臣告退。王妃娘娘回宫，谢玉王。钟侍卫，有事。玉王让我来看看你伤势如何。嗯，好多了。玉王命你冬暖阁一间。
不去。这是命令。伤未曾好，行动不便，钟侍卫，请你回去吧。你这是要抗命不遵？哎，我这胳膊好疼啊，疼得走不动了，我要休息了。钟侍卫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人呢？没见着？他借口伤病，抗命不遵，不愿意前来。毕竟受了伤，多休息几日也好。誉王，金疮药着人送去，汤药也不要落下。她不过一侍女，您如此，不怕惹人非议吗？本王不过是应钟侍卫的请求，为你多加照拂旧友。哼，有何人敢非议啊？这。若眺望苍天，聚散因缘几何？往昔似昨天，往后光昔多久？守护着你的年幼，无非不是我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本妃歇息了。是娘娘。若问凡世间，恩怨杀戮为何？孰对而孰错？等你有天是否？莫怨我犯多苛求，莫理你不说。秋千也出事了。嗯，那锦儿可还好？听说她被关入府廷狱，她素来怕黑，应该吓得不轻吧？锦王，您半夜冒险进后庭，就是为了同我说这个？嗯，我得想办法把她送出府去。你每次来都是为了谨言，你就当真不屑于我对你的感情吗？我这也是为你着想，你本身就是假的，还把真的锦儿放在身边，一旦露出马脚，就会牵连你们两个人。知道了。你找人去告诉他，不，你找人去通知他，等我打理好一切便带他出府。嗯，进来府中多事，做事一定要谨慎，保护好自己。嗯，等等锦王。你把这个拿着，拿着。这是？这个是我亲手绣的荷包。你带在身上吧。府中所有的织物都是王室专供，一旦被发现，你我都会遭殃的。站住！干嘛的？我奉命出府。令牌呢？哎，姑娘，钟侍卫吩咐过，金玉令不能作为宵禁令牌使用，还请姑娘出示通行令牌。又是这个钟侍卫。姑娘可是奉命出府？那。
那是自然。不过明日出也不是不行。哎，我的香囊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好像在那边丢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会来到这儿啊？哎，我明日就要出府了。嗯，少个祸害。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？嗯。跟你走。嗯，跟我走。你这人行为诡异，总不按常理出牌，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。凝视这双眼眉梢，是我遗忘的心跳，与你相逢当风华正好。满目思念为谁摇，深锁于心再难逃，为你魂牵梦绕。我在初识年少，期许一段岁月静好，纵然爱不得求，不到也不放掉。我在孤身远眺，在世间不堪纷扰，不听喧闹，只为你，只为你祈祷。我在初识年少，期许一段岁月静好，纵然爱不得求，不到也不放掉。我在孤身远眺，在世间不堪纷扰，不听喧闹，只为你，只为你祈祷。为你画地为牢，这一场爱不能动摇，纵然爱不得求，不到也不放掉。为你守着美好，这世间再无纷扰，再无寂寥，只为你，只为你倾倒。其实我誓言就好，若不是你我不要，那是我说的天荒地为你倾倒。